好嘞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诈骗集团，嘛想要挑一条啊好过年，所以这段时间诈骗特别多。彰化警方伫二十二天内，都抓到130个诈骗的车手，参加顶主户嘛，个人咧做车手，因为实在是太好赚了。譬如讲，把被害人摕到100万，车手就会当分到5万，嘛无怪随个啊随个一直聊落去，真正是抬头的生意有人做。那谁叫你来你的？诈骗集团加上被害人夹金破案报告，车手一领出来，马上被买好警员抓到。这全部不是你们的吗？对不对？不是。哦，好，那先回来，回去派出所。车手年龄大部20多岁，不过即马连家庭主妇嘛加入。警方找上门的是，伊才带队提款机领完钱。你要卡片给谁？对啊。我的。我今天中午有去领。它上面是显示那个什么问题账户。亲友的来电啊，或者是村里长的拜年啊，他过一阵子之后突然跟你要钱，或者是说他发生了什么意外需要金钱的话，都要特别小心。过年前，民众手头资金多，诈骗集团自然未放过机会，拢想着要看我是谁的老保守，还佫假冒朋友，佮要开宠物店诈骗被害人。集团的机房内面拢有准备这点钱。各式的车手的部分总共有130名，包括有6名的未成年，查获金额为新台币1436万元。虽然每届领钱车手拢有通分到5%，但是被领了后，那是爱判的刑责，诈骗所得全部没收，甚至还赔偿被害人的损失。警方呼吁民众千万唔通有贪念，毁掉家己的前途。